两个孩子只有一间房怎么办？本案例 3.1×3.7 米，常规做法只能靠墙做衣柜，靠窗放双人床，空间拥挤收纳少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靠墙做 1.5 米厢式床，底部分类储物，还能收纳衣物，装上柜门不落灰。二、铺上大床垫，床边装护栏，舒适更安全。三、床尾储物式台阶，增加收纳空间。四、床边设计吊柜，收纳书籍摆件，方便睡前看书。五、靠窗定制大衣柜，底部上翻式柜门，收纳过季被褥，上方放常穿衣物，好拿好取。六、窗边放 1.2 米排骨架床，底部放不常用物品，抽屉收纳贴身衣物，铺上大床垫，透气不反潮。七、床尾定制矮柜，存放大件物品，搭配吊柜放书籍，台面还能置物，连接做悬空书桌，看书学习不拥挤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